礼敬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修法祖尊，南无大白莲花童子。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嗡嘛呢呗咪吽。上师好。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已经修完啊，这个月的七坛习斋法，七天的习斋法。这个月是中国的农民历，是二月，好，二月。那二月呢，已经修完了，还有十个月。这对于如果觉得自己有灾难的、业障重的、啊，事事不如意的，或是正好有很多的问题发生的，让你不顺心如意，就要修习斋法，不一定要等到农历的初一到初七，时刻时时刻刻都可以修，也不一定说有灾难才修习斋法。你要敬爱，要增加人际的关系圆融，想要家庭的和和啊，最近这家庭的小孩不听话，先生太太吵架，父母亲啊比较有问题，兄弟姐妹不友爱啊，同事啦，学校的同学啦，啊，这个相处上不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同心，都要修习斋法。就用这个习斋法，这个结魔法，习真怀珠的法来回向。习斋就观想白光。要修习斋的话，觉得有病痛的，有莫名的这一些好像突然之间咳嗽感冒啊，啊，这样子的一个不顺心的事，就修习斋法观想白光。那想要增进这种人际关心的圆融，最近吵架多哦，大家不和，种种这些的，那你就修敬爱法。同样都是一样的主尊，只是一个是放光不一样。那修这个敬爱法就是观想红色的光啊。那争议呢，想要追求好像工作上，或是好像上班加薪啦，工作上的利益增长啦，那你就是观想黄色的光。那么再来就是除障，啊，有这种干扰，有这种冲犯，啊，你就是修啊这个啊除障法，那就观想蓝光，好，啊，蓝紫黑光、深色的光都可以，这都是很好用的。这个入世的法门，你如果懂得把握，很好用。你觉得最近自己现在突然像现在这种天气是三月嘛，是春天嘛，到处都会听到这个擤鼻涕啦、穷啦，一下子眼睛痒啦、流眼泪啦，一下好像莫名其妙的咳嗽。很多咳嗽并不见得就是生病的一般的感冒咳嗽，就是敏感，发粉的敏感。因为发粉的敏感很像是这种感冒，一下子鼻涕流啦，一下眼睛痒啦，一下哈啾啦，一下又干咳啦，这种都是，这种就是发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多人发粉起来一个月啊，两个礼拜都不能动，哎，你没有看过那种病重的那个发粉热的病人吗？四肢无力，然后眼泪每天流，然后鼻头红，眼睛肿，不知道什么样子的怪状，然后全身无力，然后就像气喘病，一直咳咳不停的。那你吃那种咳嗽药都没用，感冒药都没用，只流鼻涕也没用，它就是一个敏感，这个季节的敏感。那你怎么办呢？就修习斋法，喝大杯水，比什么都有效，真的比什么都有效。你就是把这个词里面，这个字里面，嗡啊吽咕噜贝，啊哈萨萨玛哈，赤令或是勒令，赤令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赤地吽，这中间由你自己来写啊，自己来讲，自己来求啊。像我自己的腰骨痛，也很简单呐，嗡啊吽咕噜贝，啊哈萨萨玛哈连声，我自己就直接讲我的名字啊，莲花立会，腰骨痛迅速痊愈，赤地吽，就是这样子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求啊，这样子修啊，对不对？我的腰骨痛
迅速退散 CD home， 不要再痛 CD home， 任我怎么讲啊，我108遍，我每一遍也许不一样相同，反正我就是不要它痛就是了。然后那个腰骨在哪里，第几个地方，第几节，第几个这个第几椎，第五第六第四什么，就观想那个光，就照那样子的那一个腰骨的那一节，自己的那一节，一直照住它，不照其他的地方，除了全部照，当然全身都照到，但特别铸造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痛的地方，让那个地方那个光进去，就想它一坨的黑黑的地方，很多细菌干扰障碍的地方，去照它，然后自己的那种念头，想它那一些障碍清除它，那一些痛的咬你的吃你的干扰你的障碍的这些，去把它造化它。不是去让它死，让它赶掉，而是这个光进去照它，让它吸收，用你自己的脑海去想象嘛，那丰富一点啊，不是让它死死死把你死照死，不是，把它照掉，去包容它，让它也感觉到出来，黑气无明去除，长出智慧也光明，然后光光相照进去，好，离开了，就是这样子啊，让它也接引它。去往中往深去提升它，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想，然后慢慢慢慢它一直亮一直亮起来，黑气没有了，自然那一个地方就保持干净了，就能够疏通了，我是这样子，然后慢慢每天这样子，每天想，随时随地就想这个光照，不一定修法坐在那里才想，我自己躺在医院里不能动，躺在救护病房不能痛，急诊室不能痛，我照样这样子想，然后就心里就想，嗡啊吽咕噜贝啊哈萨萨玛哈啊连声啊，这个司令啊，这个腰骨病痛啊，这个障碍去除哇，我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光一直照一直照，然后水再一直喝，那个喝那个。大悲咒水，放光加持铸造，哇！然后变成一种光明的一种很强烈的这一种甘露，然后喝下去，不是喝水，喝一阵的一道的那个光明，一直下去，下到你这个痛的地方，然后留在那个痛的地方不动它，把那个肮脏的洗除它，就好像你家里的那个水管，洗碗的地方或是洗澡，你都会去买一个加的那个什么化学的那个药水啊，好让它这样子很不通的这个水管，然后就让它一直消一直消。你如果用过的话，你就知道。但现在都知道那是污染，就尽量不要去用它。你就这样观想，你有实际上的一个作用想法，你就是留在那里，那里好像都是很多的头发啦、渣渣啦，所有的东西在哪，然后就去通它。那你刚开始通一定不是那么顺，你就自己观想很强烈的那种光明，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然后那些脏的东西无形的当中一直松化，一直冲化，一直把那样子的障碍一直冲出一条光明的路线出来，然后那些都软化，那些都融入融化，然后就能够通了。我就是这样子想来的，不然要怎么样呢？你一次不行，再加一次。不行，再加第三次，再加第四次，你就是一直时时刻刻这样子想，这样子想，不通让它通，让它通，想尽办法让它通。那一直恢复那四周围的软骨组织，那所有的细菌那些全部都让它好起来，好，然后健康起来，痊愈起来。那附近的那地方的，好脆弱的、软弱的细胞，让它长大，让它强壮，就是这样。咳嗽、感冒也是这样。那天回来的时候咳嗽蛮厉害，麻烦这个莲英法师帮我买一个咳嗽药水，到现在还没喝，一忙啊，早上到晚，那怎么办呢？我就已经习惯了，只要是拿来任何的饮食饮料，我一定都是要先观想有光明铸造的，那光明不管是吃的喝的，热的冷的，冰的温的，同样一拿来，不管有没有结手印，反正就是观想，好佛菩萨，好光明铸造，
光明铸造他手中的净瓶。然后我是这样子想，我除了光明铸造他们的法器，他们的净瓶放光，我是甚至于把活菩萨降到水里面来，就下降在这里就喝他。我是这样子想，我如果想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进到水里，我就喝观音菩萨。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不是，你喝下去你就是他了，你怎么还会有病啊？这是最快速的合一的训练。我如果想金母，我就想金母放光加持铸造，然后进去里面，这一杯水就是金母，这杯水就是观音菩萨。好，我就想谁谁就是谁，然后喝下去，然后快速的这一个喝就不是你想象中止渴的水，你就觉得心情不觉得那是水了，你喝下去的感觉你自己会滋生出来，然后那个光喝下去是光明，他们不是有形的，我们现在看的画像，那就是无量无量无尽无量的光明，无尽无量的福分，无尽无量的成就，无尽无量的智慧，无尽无量的包容宽大，无尽无量，所有的一切都在这杯水里面。然后你喝下去，你想想，这一杯水就不是普通的水了耶，就不是了。这杯水喝下去，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耶。所以修行的人，实修的人，不是这边天天一直念啊，感数字念咒，不是一直在感经典的数字，不是那边敲啊，不是的，时时刻刻把这修法离开这个道场，离开这修法的情况，好，这个我们共通修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法会的这样的现象，离开以后继续在延续耶。那继续延续是哪里？离开道场就是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了，你就要延续到日常生活里面了，继续把这些光全部延续到里面，喝到里面，跟我们同在。因为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去想道场里的佛菩萨诸尊在修法的时候的观想的光明，没有办法，还没有到那一时候合一，你没有办法想，你全身都是光的，内心都是佛菩萨的光的，你想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练习成习惯，所以你就借由这样子的一种饮料饮食来训练自己这个念头，要提醒自己这样，如此你才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跟眼光跟心量，时时刻刻你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你要生气以前你要想自己，我如果生气不是跟俗人一样吗？跟没有修行人一样吗？我要骂我不是跟一般人的一样吗？我修了这么多的功课，做这么多的功德，不是就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修来干嘛？就好像有一位师兄，他那时候在美国留学，然后呢曾经毕了业以后来我们紫莲堂宿舍挂单一年，拼命找事，那结果这个美国怎么样子投递这个公司应征都找不到，一年后时间到了不能再留在美国，就回去台湾了。然后从他那时候读书到达回到台湾也二十来年了，然后二十几年我们就看着他呀很努力啦，修啊，哦，行住坐卧都在念，很精进啦，真的很精进，大小法会能参加都参加，随时任何地方都看到他。结果呢去年还什么突然之间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因为我只能收，我不会写出去啊，发出去啊，所以呢我就收到他的，他说他退了，他就开始批评我修了这么久，我花了多少钱，我用了多少钱，我在这个宗派结果我什么都不如意，都求不到我所求的，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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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写很多。所以他又听人家那个人也一样，你看他花多少钱，他求什么都不如他的心，然后另外那个求老婆也求那么久求不到，
对不对？哇，哒哒哒哒，那退了，绝对不要跟我们玩了。因为我不会发、啊，你知道吗？我想大骂他一顿，可是我不会发啊，啊，我就一个意念诉讼出去。我说你荒废了二十几年，你竟然都说你的投资到这么多了，结果你这一下退了，你这些东西怎么办？你知道你到他家里的坦诚，你看会吓一跳、欸、他家的坦诚不输我们佛堂、欸、佛菩萨这么多、欸、结果他说退了，然后这些放哪里去？他家的法器东西之多，而且他每样东西都一定要求到师尊签字为止、欸、他几乎每本书都师尊签的耶，他所用的东西都师尊签的耶，只差没有抱那些金身去给师尊签耶，这样他退，你知道吗？是 100% 的追佛族的人耶，你看多可惜哇，我都觉得替他可惜了，你知道，可惜了，他从头到尾都已经走错了，修错了，那么这样因为求不到愿望的愿望，所以他就产生灰心就退了，然后再听闻人家批评什么讲什么，哇，他就更退了。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缘分，很有心，他每一次 email 给我，就是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赚钱来支持我们紫莲雷藏寺，怎么来扶持我们的华光紫莲大学，怎么样怎么样，每次都给很多的 idea， 但就是都是没有成，你知道，所以啊，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就求老天佛菩萨让他赶快醒觉。结果呢，大概过了差不多几个月吧，我又看到他在草屯雷藏寺起来，他看到我一脚就跪下，对不起，上次你打我好了，我又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说是啊，很好很好，回来就好。他说，那旁边就有法师，你怎么会那么快就回来？他说，我就想，我要丢这些东西都是钱买来的耶。要丢到哪里去啊？是不是？然后他家里人本来就反对他这样子狂迷的修持，什么东西都买，花在这上面太多太多钱了。本来就当他是一个发疯的人，结果现在他真正的退了，不是如他家里人的想法说辞吗？他跟他们斗了二十几年，结果现在真的如他们所说的，就真的是一事无成，修这个是骗人的，修这个是不对的，那真的不是就如他们的心愿吗？那这些东西放哪里去？因为他看过人家如果退的道心的人，那些东西都是用丢的，用甩的，连垃圾桶都丢，都这样丢出去的。平常信的时候，以前信的时候拜得多虔诚，不要的时候像烂泥巴这样丢掉，他不想要，他心有点不舍啊。他这一每一尊都是他非常的诚心欢喜心供上去的，现在要把他们当作垃圾这样丢垃圾桶，因为那一些人退的人，他不要送给人家结缘，他认为给别人就是害别人，继续又着魔，所以他们就丢掉，当作每一尊都是魔，就赶快丢掉。他不想要，这是他辛辛苦苦把它买来装饰在上面的，他要丢不下手，那都是钱。所以他想想，我投资了二十几年，就这样放弃，想想不心甘，然后想想好像自己也有错，都是只有外求，没有实修内在。所以他又回来了，他还很有勇气，他跑去师尊的旁边说，师尊我错了，我又回来了，请师尊大力加持，让我能够坚定
我的道行。那他说师尊看了他一眼，那打了他三拳，啪啪啪，他就觉得被揍了三拳好了，所以他就跑到我前面，请上师打我。他觉得这样子退有他的退的一个业报，所以要把他打散，要把他消退。结果他这样子浑浑沌沌二十几年，竟然在这样稍微退又回来，好像最近整个的一个修行的思想完全改变了。竟然会写出他的心声，说我以前都是贪，就是贪，都在求，都在往外求，而且都是一个贪念引起，不是真正的了解今天修行者应该要怎么样子的修为，没有从这方面去下手，而是从这个外面所求的物质欲望去下手。所以他现在彻彻底底的改变以前的作为，那么跟他以前很好的也一个个退。我跟他讲，去把他们拉回来，以你自己。他那时候说，我自己这个样子怎么有资格去拉人家呢？我说改变你自己试试看。结果他现在很多的思想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去想他哪叫发心啊，他全部都是有所目标才去义卖，或是去参加什么，或者去买什么。他现在把这些欲望贪心的花的钱来算账，在这个皈依的师父上，这个宗派上好像不太对、啊、他都是有所求，不是无求来的。他自己就增长智慧去面对自己了。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混沌，想不到他认真去面对自己，忏悔自己的无明的时候，他反而哇不一样了。他开始去舍这些多出来的东西了，不要这些东西了，会让他发财的，会让他什么，这些通通都不要了，他都不要了，因为这些都是外求的东西。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哇，我祝福他能够跨过这个难关，以后能够更提升他的境界智慧。人是要这样的，一定要大彻大悟，一定要这样才会觉醒。你没有任何的一些来触动你，你不会醒悟的。但其他的没有这个智慧就很可惜了。哇，我听到哇，以前在绘画师尊的这个漫画的，哇，好像很多意境都不错的解说的，画的也很可爱的，有一尊啊，这个画师尊还做出那一种很可爱的外形，手还张开来那样子的，哇，那个被师尊救回来，差点死掉，然后在网络大家求啊，赶快修法念咒多少回向给他，哇，竟然也退，也在大骂，哇，是不是蛮可惜的？真的蛮可惜啊。所以有时候你要救回来的，到底是救回来一个真正的给他多余的时间来修持，继续去扶持有成的，还是救回来变成一个魔都很困难去说好啊，破坏力好强，到处破坏。所以像前阵子的网络，哇，真的很厉害。我们有一个师姐很喜欢看啊，他自己不去搜索，别人也会到他的传到他的 email 里面，他就看的哇，这里点那里点，会电脑就是这样，哇，然后看看看看看，看到有一天跑来跟我讲，报告上师，我说怎么样？从今以后我不再信师尊了，我只信你。我听不懂哎，这是什么逻辑？对不对？我一下子听不懂。我只信上师你，
我不信师尊。哇，那个电脑上面啊，网络啊，传的怎么样？我一下子看着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哎，讲得非常的正义的样子。下次啊，我的办公室要放一只打板，看到哪一个人讲话不对劲啊，我那个打板啊，就像以前的禅宗的师傅，啪就往他身头上打下去，砰！为什么你打我？不打你不行啊！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板。我就跟他讲，不要看，不要再看，你还不到成熟稳重的资格条件，所以你看了一下子就会迷失，就不会分辨。等到你成熟够了，成长定型了，你就不受到诱惑了。你现在还小，你不懂分辨，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那么多。你刚刚所说的话非常没有智慧，你只相信我，你不相信师父师尊。师尊是我的师父，我相信我的师父。既然你不相信我的师父，你相信我，同样你就是不接受我。我所说所做所思所想都是来自于根本的上师，这表示你就是没有智慧之余。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隔一段时间，哦，他去这个长山庄，突然之间很不舒服，一直要呕吐，一直要心很没有力量，很难过，来见我，请我加持。我说你去长山庄大殿跟师尊佛菩萨忏悔。他为什么？我是不是有冲犯？我说不是，去忏悔。前阵子你思想错了，你说辞错了，你不对了，去忏悔就好了，不需要我加持。这里是谁的地方啊？啊，你在骂谁啊？你在不信谁啊？这谁的地方啊？你不相信你还来求，你还来参加法会，是不是？所以去忏悔就好了，他去忏悔就好了。我说从此我告诉你，不要再看，不要再说，不要再批评。很多事情不是你眼睛看的那一回事，也不是你耳朵听的那一回事。你还没有真正的智慧，你真的不知道啊。连说话那一个人在说的话，你没有真正的智慧，你还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会误解呢。我以前不是常常说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那么一个故事，那是我小时候影响我最深的一个判断人的一个故事，就是孔子，很有名的孔子，世界有名的孔子，以圣人之称的孔子，来叙述他的故事。他有72名大弟子，其中他命令一个颜回非常有智慧聪明的弟子专门在服侍他，烧给他吃，负责他的膳食。有一天颜回烧好饭了，马上就盛饭给孔子吃，平常盛好就送到孔子的桌子上给孔子吃。可是那一次呢，他盛了饭以后，马上就自己蹲在这饭锅旁边就吃起来了。吃完了以后才又再盛第二碗送来给孔子。孔子看到他这个动作，心里就以为说他肚子饿了，很饿，饿到实在没有办法忍住了，赶快就先吃了再说。在孔子的想法是这样，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因为你再怎么饿忍不住，还是要尊师重道，所以呢他就学生嘛来了，有什么做错还是要教导他。
所以就讲他你做错了，你今天怎么可以这样。那么颜回听了以后他就解释了，他就跟孔子解释，他说对不起老师，今天因为他的火以前是烧炭，不是像瓦斯那样，不是电子锅那样，他说今天的火稍微大了一点，把这些饭呢、有些烧焦了，那我要盛饭的时候看到那个饭粒白饭有很多焦的饭，我怕老师我这样盛会盛到焦饭，就把那些焦饭先把它盛起来，不好的已经烧焦的自己把它吃掉，剩下的一锅好的白，这样白的这样饭，白米煮成的熟饭就盛给老师吃，不要吃到黑焦的饭饭粒，让老师不舒服。他就这样子解释，有时候老师师父误解你要解释的。那他这样子解释完，孔子是一个圣人，他不会觉得说今天你老师说这个你还来跟我辩解，生气了让他没有老师的尊严，他马上啊，当下就叹气，即使像我修到今天的人，满天下的弟子的人讲的头头是道道理的老师圣人，我都眼睛亲眼看都还不是真相事实，那更何况不是真正真实眼睛看的。所以那时候我的老师中文老师在我初中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时候，我那个整个心啊都揪在一起。孔子哎，圣人哎，儒教最高的人哎，创办者嘞，他都有犯错的时候，那我们呢更不要说了。我那个故事一听就永远记在我的心里，以后要去说人家的是跟非好难判断哦。你真正的真实的现象你不了解，只是看你的这一个这种器官来判断，好危险哦。那更何况自己没有听到的呢，看到的现象由人家来传给你呢，更可怕。前几天那个妙华从圣地亚哥自带我回来就赶回来，三个小孩就在一起很开心，他们年纪相同，一起从小读书，一起个学校长大，哇，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说起一个秘密，然后大家就开始指责要讲秘密的那个人，然后那秘密从哪里来，就从那个人从那个人从他们身上三个人，然后传到我这里，然后就问我秘密说了没有，我说还没有还没有，表示你有可能有，哇，就开始怎么可以，我说这个秘密谁传给我的，那就开始就指责那个传给我的，然后那一个怎么会知道，又指着另外一个传给他，然后就这样子互相怪在一起。那我就在那边笑，然后每一个人都揪着心，什么叫做秘密，一旦讲秘密我告诉你，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讲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绝对不可以讲了，你一定要第一个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我不听，马上一道铁门就给他盖回去。我告诉你，他不讲哦，他会揪心哎，放在里面发泄哎，他已经要说给你的，你要把他堵回来。我跟你讲，日子难过哎，他不会走路哎，那一口气发不出去，会发泄出来，发不出来，那你就看他的表情，全部都涨红。我不听秘密的话，我不听。人很奇怪哦，真的是哎，就这么喜欢哎，还有个秘密告诉你哦，你不可以讲哦。那他肯定也是别人，也是秘密的话告诉你不能讲哦，不
讲才怪了，我告诉你，就让你闷死了，是不是？人就是有这样的，很奇怪啊。所以像这种事情，可以讲都是八卦，偶尔真的是都是要有一些这些娱乐了，你知道，这些叫娱乐了，你知道，啊，就是叫娱乐。啊，要讲娱乐，就让我想到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哎呀，我不会讲。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个男孩子同学，怎么样要交女朋友都交不上，实在又不好看，又丑，满脸又青春痘，又不会讲话，又加一个大眼镜很厚，那实在是不好看，一点都不吸引女孩子，可是又很想要交成女朋友，所以有一天交不成以后，就来问我教他几招交女朋友的招式。我不知道怎么教他，哎，有什么优点呢？没有，无一什么，无一不是处，还是一无所，一无是处。哎呀，一无是处。我刚刚讲，你有什么优点？你不觉得我长得很帅吗？吐了满地。还有什么优点？你有钱吗？没有钱，对不对？你有体格吗？没有体格，都是瘦排骨，是不是？不是人家的八块肌肉、六块肌肉，他都是肋骨，一翻开来的洗衣板，是不是呢？跟我比手力还输我，这样子的男生，你读书好吗？不好，常常都是全班最后几名。我说不出他到底有什么优点值得教女孩子，然后可是他把我当作是大师级的人，一定要传授他几招。他认为我讲话很有道理，那肯定的。那因为他以前请我介绍他几个女孩子，我把他已经打出去了，所以现在来叫我传给他几招。然后他说他看了几本书教女朋友的招式，他问我那几招能不能用。我说哪几招？他譬如啊，他准备好女孩子的手帕，是女孩子的花手帕，然后呢，那喜欢的女孩走后，他就故意丢下去。那女孩子没注意，他就过去，哎，女同学，这是你的手帕吗？然后就有机会讲话。啊，老糟了，老套了，啊，然后就聊起来，我也觉得他蛮可怜的啦。然后就跟他聊聊聊，要打开，要让他有自信。连遇到女孩子都不会讲话，脸就红，然后就嘴巴舌头就不知道放哪里。这种人，人家怎么会看上你？已经无一是处了。结果有一天就跑跑跑，看他喜欢一个女孩子就过去了，终于鼓起勇气过去，就说：“同学，女同学，同学，请问现在几点？哎，这一招很好用。”对不对？这很自然的。然后他喜欢的有美色的那个女的人说：“哦，现在五点，啊，现在五点。”一般人都会回答，如果有手表，以前都有手表。现在是五点。那他也露出他的手表，我也是五点。同学，我们这样是很有缘分哦。很可怕，也很可怜。那不知道从哪里找出的招式。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男人，你接下去怎么讲？啊，这样子他就以为人家跟他讲话有缘分了。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结局是什么，对不对？这样就要跟人家套缘分了。啊，不然就是，噔噔噔跑到一个长得蛮漂亮的女孩子前面，跑到前面，然后看着她，个子又不高。跟那女的差不多一样高，那四眼田鸡这样看人家，那人家就会看他，你干什么？我来看你白不白。关你什么事？没有，我只是来确定你白不白，那就跑走了。
莫名其妙嘛，他就跑过来，我黑不黑？你很黑啊，讨厌死了，走开！人家也都说我黑，哎呀，那就是很无聊。你说交朋友会交得到吗？然后到现在还是一样，也是没有对象。哇，前阵子在台湾遇到，是不是呢？他说：“是不是天下的女的都死光了？”是莫这种帅男俊男竟然都没有看到眼的。我说不是有很多印尼越南的女的吗？现在很多这样子的啊，那现在工作也不错，也存一笔钱了，看在钱上面一定会有人嫁你的啦，是不是？我就跟他讲，你现在你年纪才五六十岁还有的等，你七八十岁还可以娶到老婆啦，只要你有钱的话。讲话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还是没有一些比较有一些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人讲话还不错，还有一些涵养，还有一些什么学养，没有啊，还是这么样子。哎呀，一点，看到我，你怎么现在变那么胖？我们马上眼神就暗下来。哎，我讲话现在很成功哦，我不讲你肥哦，我就讲你胖哦。哎，真是的，对不对？可是一想，我们不可以骂他，也不可以打他，我们是有修行的人。好，难得才见到这样子的同学，马上就，眼皮就要往上扬。我跟以前一样的福分满满，对不对？然后自己就很开心，我不是肥的满，我是福分跟以前一样满满。哎呀，肥就肥嘛，讲那样太不会讲话，这种男的哇，幸好你没有女的嫁给你，不然气都气死了，对不对？不过我们都是好同学了，啊，都是好同学，是不是呢？所以呢，也相处起来，我就跟他讲，啊，听说你现在吃素了，我说什么吃素？拜佛啦。一般来讲，拜佛就认为是跟吃素对等啦。哇，那你这样子很可惜耶，好多餐厅很好吃的耶。哇，你这样没有口福，很可惜的。为了要拜个佛就没有口福，哎呀，这个老天啊，佛菩萨也太不好了。哦，我就开始了。哦，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细胞死掉很多，但是呢，很愉快的能够最后跟他讲，跟他教。我说哇，几十年没变，啊，你都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我们就聊聊聊聊很多。那遇到这种呢，你跟他讲一些深奥的听不进去，你看适合他的程度的话跟他讲。有一天啊，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哦，那结果我们谈论三个小时下来，喝他个两杯咖啡，哇，花了我三个小时的口水，哎，他也皈依了，因为他想要娶个老婆。嗡啊哄咕噜贝啊哈萨萨玛啊，连声啊赐令。对不对？赶快有女人看上我，师弟兄，我不是叫他赶快结婚，要有女人看上他，对不对？啊，他已经现在已经念了好几万遍的咒了。那嗡啊吽咕噜贝啊啥的，红光一直铸造，越来越想越美丽。我叫他放漂亮的女的的照片，哇呀，每次都修得吼吼吼好乐哦，赶快女的。那现在他给我改了一个字，我本来赶快有女人看上他，他现在修成赶快有美女看上他。是不是？没关系。那有人说他这么丑哪有可能，我说没关系，我叫他念100万遍再说，等到100万遍他念完了，我再来告诉他你要赞助多少，你要怎么样子做。
看他这样速度，我看几个月就念完了。要度众实在要用很多的善巧方便法门，最好是真的有所这样，但是呢要给他这样用耳勾出他的字，要用智慧出来，他就不一样了。那他的气质，他的心改变了就不一样了。啊，等到他，我跟他讲，你念到30万遍，务必要告诉我，我下一招再帮忙你，再加强。那30万遍怎么样呢？30万遍他有咒的够的底了，红光铸造。好 ，OK， 那么再来，我就要跟他讲，你要观想这个修敬爱的主尊，好。坐定进到你的心中，你要跟他合一，然后再念这个咒，然后念到30万遍以后再怎么样，他肯定会改变的。照他这么样迫切的需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呢？就像当年我的妈妈一直逼着要我给他 lottery number 乐透号码，我怎么样都不肯给他。他说老天告诉你不要买，不给你中是你不是我，哎，那你竟然能够有感应这个号码，为什么你不给我？我中了跟你分一半啊。然后我就认为不行不行不行，到有一天我开窍了，哇，两根筋搭上了，智慧增长了，我就想到了，如果一直不同意他，这一个饵不丢出去勾不住他的，没有可能勾得到他。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说你买了要分一半给我是不是？他说是啊是啊，好，我给你好吗？他说真的、啊、我说真的，但是有条件。他说什么条件？要念1000遍的高王经，因为以前叫他念他说我不识字，一遍都不肯念。那现在1000遍，他说1000遍就好。我说对，1000遍。那时候怎么傻，怎么不叫他念10000遍、哦、他叫他念1000遍。OK， 就1000遍，然后再来，我要他要念以前要观想观世音菩萨显现，放光铸造他，坐于顶上，然后进入他的心莲，然后他安住在他的自心莲上，然后 放大这个观音菩萨，放大跟他一样开口念高王经，然后要他在3个月里面做433件善事。以前呢、啊，你叫他站住紫莲堂啊，那有一格一格的勾啊，他都不要，他说这都是骗钱的。我妈妈哎，你知道啊，哪里的庙事都是骗钱的啦，哪一个宗庙都是骗钱的啦，哎呀，不要来的啦，这样子跟我讲哎，那我就没办法，永远就无缘跟他结缘。那你就用一种方便的法门。转一下跟他讲，他为了要中乐透奖，他不会念的高王经，要我念一遍。他用日本字，因为他是受日本教育，就是用日本的注音注起来整篇的高王经，然后就开始抄好了以后，就开始躲在我的佛堂里面的门还关起来，怕我家的小孩去吵他，让他不专心。他就念念念念念，就这样子，然后。我看他一张纸写正嘛，他不会数珠，也不会什么数计数器，只会写正心正念的正，正正好五字五画，那所以呢，他五个他就会去记，这样的。然后我就看了以后算了一下，哦，已经超过1000遍，那他真的念到1000遍，他就没有在1001遍写下去了，就没有，我就知道他念完了。然后我就故意有一天就问他，我说。妈妈，你念完高王经了？她说是啊，早就念完了。我说那433件的这个功，这个善事你做了没有？嗯，不会算了。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要行善。然后不管怎么样，连你哥哥啊不皈依我都骂他，不拜佛我都骂他，是不是啊？看到人家百货公司啊。人家那衣服掉地啊，不关我的事，我也把它捡起来，因为这都是善事嘛，对不对？啊，垃圾桶啊，装得满满的，垃圾都掉了满地，公的，我也把人家捡起来，脚去把它踩下去，
对不对？公共厕所那个垃圾那个纸张啊，满满啊，很浮的纸啊，都出来了。哇，他就用手，哇，把它压到最低，因为都是为那个擦手纸嘛，干净的嘛，压到最低不够，还拿下了，用脚踩到最低，让等一下人家丢，不要一下子满满的又丢掉，实际上还可以压扁的，不要浪费垃圾袋，占住那个空间，这应该都算善事吧？应该都算善，所以呢，他都做得很起劲。那四百三十件没算呐、啊，你知道吗？已经没有再去计算了，反正早上起来就天天就是要行善就是了。那到处都可以做了，以前觉得很困难，哇，现在好容易哦！啊，人家在吵架，不关他的事也去劝架，反正都是了，所以都不知道哎，都没得算啦，啊，应该够了吧？他就这样讲。那我说，那你买了没有？中了没有？他不说话了。我说买了没有？他不说话。我说妈妈，你是不是有藏私啊？啊，我们是一半分的哦，其实我心里有数嘛。那就老人家就A 来 A 去了半天。哎呀，你那个念经一定要这样子想嘛。我说怎么想？一定要想观音菩萨放光照嘛。我说一定的。啊，照就照了，为什么要放在我的头顶，又要进到我的心里呢？我想很久哎，怎么样？这个观音菩萨在前面光照，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底上也可以知道，怎么掉到我们的心里很难想哎，我就每次都看我的心，我的心有一尊小小的菩萨，那尊菩萨那么小，好可怜啊，这么小，那我就越要想他光照他，让他长大一点，好像有奶喝可以长大一点，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就自由去想，那尊菩萨就要放光，不然怎么大呢？我不知道他怎么大那么小，他就。老妈妈嘛，生了那么多小孩，她就想光就是像营养要给她，所以她就想大大大啊大，那你说要跟我一样大，我就一直天天要想啊，光多照她，让她大一点，然后她就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的自以为的想法，她心中的那个观音菩萨就给她一直用光，一直喂大，那喂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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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她自己一样，然后她就开口念观音菩萨，每天都要想很久才开口念观音菩萨，这个高王观世音真经，这样子想想想，她就告诉我，我突然觉得我去买那个干嘛？我很富有哎、欸，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我很有钱呢、啊，我不需要再去要那些不需要的，你看，这就是方便法门。要用智慧善巧的方便法门去引众生的，有的众生不信这方面，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反应，否则他就无缘了，他就无缘了。所以我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同学，一个男同学，五六十岁了，还是一样没有女朋友，从年轻几十年到现在，还是没有。那我就跟他讲，有方式，我就举例很多讲不完的故事给他听，他听得津津有道。哇，想不到我才跟他分手没多久，他跟我讲他念了几万遍，吓死我了。你知道吗？哇，这个精神如果放在这个修佛上面，不得了啊！真的啊，不得了啊！哇，就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同门。哇，每次做功德主，哇，持咒没有人比得过的。你叫他念三十万遍、一百万遍、几百万，他都念的哦。功德主也不断一直回向，可是就不是回向给自己，能够迅速啊，能够成就合一，能够迅速得到这个果位，或是迅速智慧增长，或是对修行，他永远都是求男朋友，不是坏了。只是说他还在入俗的这个欲望，可是那时候我跟他讲很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具足，把他引到另外一个智慧上来，就蛮可惜的，不是他可惜，是我觉得我蛮可惜，没有去造就他，把他扶上更高的一个智慧。没有去这样帮助他，因为飞来飞去跑来跑去，没有那个时间机会缘分，对
对着他，好好的引他思想去改变。那这是也是要条件的，那这是真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随便的聊一聊。很多时候，好，我们的修法是可以运用的，像现在的习斋法可以利用的，好，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的，不一定要等到农历什么时候，随时要修都可以。啊，这里啊，这个 copy 一些这个爱染明王的这个黑白图已经绘好了，啊，那么下面是一个宝瓶，宝瓶红色莲花是要长出生出爱染明王的，这一个图呢，啊，要那一天24号交上来，以前交上来，画好以后写自己的名字跟愿望，那我帮你供给这个爱染明王。一般以前来讲，我们比较少修他的法，为什么这一次特别有这样的要求，好跟大家说，是我在台湾的时候2月24号元宵节，台湾一个道场在台中叫香华雷藏寺，他主办了这个爱染明王的法会，请世尊去主持。那时候我心里想，我那天不去，因为我又要到别的地方去看佛像，所以我就想整理一些资料。我灌顶过了，我工事情很多，礼拜六回来已经很晚，礼拜天又要再赶过去，这个路程又很远，两三个钟头，然后呢回来又很晚了，我25号清晨6点的飞机，所以我就想不去了。但不去的时候，在举香的时候，哎呀，爱染明王就出来了。我在你的学校14年了，你都没看到我。我说哪有，哪有那么久？可是算一下，1998年11月，在香港，爱染明王首次传授的法会，世尊主持的护摩炉，那时候因缘我们义买请到了。然后1999年的差不多年初1、2月，他们从香港就运来了，运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在我们学校的铁门外面。那个卡车进来下冰雹，大太阳的日子下冰雹，同门打电话给我说，上师你在哪里？我说我从紫莲堂赶回来，我现在桥上。哦，你知道吗？下冰雹了。我说我知道啊，我现在正在看啊，好多人都出来捡冰雹啊，好大颗的冰雹啊，突然就这样下冰冰邦邦起来。他说那是爱染明王到了，他的护摩炉已经到我们的门口了。哇，原来如此。我说哇，那谢谢啦，爱染明王，就这样子。然后来了我们学校，果然真的跟今年的这样算起来，真的14年了。我们只有做过2次，用他的护摩炉，果然他被包得密密麻麻，华站在学校的角落，真的是14年没有错。所以我就觉得一阵的惭愧。他说我是来帮你们的。我一想，98年他到，99年我们买下紫莲雷藏寺的寺地公园地。如果真的那时候有智慧，以他为这样子的护持来修法的首富主尊，真的现在不得了，因为他是大敬爱尊，不是一般的敬爱尊。大家一想到他是爱染明王，不是发财的，不是什么，而且呢，有一点，世尊曾经说过，如果你用哈达单身的人，哈达献哈达给他，马上桃花运就来。那我们这些都根本已经跟这个断绝了，还在修这个干什么？所以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要去修他的法。可是忽略了，这是我的错，你知道。我没有更加的用心去研究，他是大敬爱尊，不是一般的桃花尊，
就是要求对象才的。他最重要，竟然讲大金来尊，就是他的心地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什么变化出来的吗？他是金刚萨埵变化出来的，他是大日如来佛的变化身。所以怎么有可能让你去谈情说爱那样小小的心愿而已呢？还是一样用耳钩字啊，就我刚刚讲老半天啊，这些活菩萨的化身通通都是要用耳钩字的，勾出众生的智慧出来的。你想求这个 OK， 视线这个让你勾进来，你想求那个 OK， 勾这个出来，念他的咒要30万遍，最起码的基数30万遍。最重要你看他，好，他是金刚萨埵，他是拿金刚铃杵的，两只手是交这杯子双印的，只要拿金刚铃跟金刚杵，就是悲智双运定慧上修的实修行者。然后他就在拿剑跟弓，那最重要他是一手拿莲花。以前师尊是讲锁就绳子了，现在是讲念珠，那就看你是要锁还是念珠。所以这些完全就是符合我们实修的人。最重要他上面是个狮头，摘根金刚杵，这个是非常重要。最重要是他的宝瓶，他也可以化水出来喝的。那我们跟宝瓶很深的因缘，像龙王宝瓶啊，要修宝瓶器啊，都是要宝瓶，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所以我方会了他，那我就赶快在我们台湾的时候个晚上跟清晨，因为我早晚有两次早修跟晚修跟他们在一起，那所以呢晚上就开始念爱兰明王的咒。现在我回来这2个多礼拜，我强迫他们念30万遍，所以那一边个个都要变成爱兰明王本尊了。短短我2个礼拜来这里乒乒锵锵十几坛，他们在台湾的法师跟同门要念30万遍，我回去就要验收。那我先带动晚上啊，这个50圈爱兰明王咒，早上50圈啊，就念了10000多遍了，10000多。那我们就再来，就是跟他做一坛护摩供养。那我拿起香来，爱兰明王竟然非常的性格跟我讲，这是你求我第二次，真是不是玩的，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气势。他给你大金爱尊还有气势的，爱兰明王可以断恶修善，所有的一切恶的都可以断掉，恶缘讨报的怨气的都可以断掉，邪念不正当的念都可以去除，还有所有的缠身灵障，有干扰的，有杠头的，因为爱兰明王都可以去除，还有人人都可以尊重你，讲话都有力气力量，不会讲起话来没人听。人为言轻的时候你很痛苦的，同样一句话别人讲了别人就听，你讲了没人听很生气的啊！你带着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好的因缘都来靠近，都来帮你，都来扶持你，所以是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爱兰明王啊，竟然有这个因缘要来出来帮我们，我们就加紧努力。你们还没有念过30万遍的啊，赶快！那现在首先先结缘，那有一个是刻画像，有的是画像，都可以。那身上要带着它，你拇指高，这个大拇指的这一节刻它的像，带在身上有不可思议
的这种人家尊重敬爱你的缘分产生，助缘贵人都会产生。所以这个发给大家，要来参加的才拿哦，不要说不来才拿去花，那是最后24号啊，哦，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是需要填天颜色，是宝瓶的颜色还是整尊？全部啊，全部。你可以不要这一张，自己去看图画啊。本来是应该这样，但是要叫你们莫须有去画，大概时间爬不够，只剩5-6天了。啊，所以呢，就先让你们实验。如果你不按照这张，你可以自己去找，然后自己画图，彩上颜色，啊，你自己，他身体是红色，红色的莲花，这火焰以外，其他靠你自己去画，或是你要参考去画。那写上名字，名字写在左边，愿望写在右边，因为愿望右边比较宽，可以写多一点。啊，你就告诉爱兰冥王，啊，你的心愿是什么，好，啊，然后你的名字写上去，那你这样子我就会可以跟爱兰冥王讲 ，OK， 这是某某谁，啊，首先跟爱兰冥王结缘，啊，这个第一次首先画的这个爱兰冥王像，那么他的这只手目前是空的，你自己画下念珠。一颗一颗圆圆的念珠画好，啊，自己念珠，你要拿红色的念珠，什么颜色都可以，反正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旁边要加画什么是在于你啦，这是给你做一个参考的底数，好不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很恭敬，哦，非常的这个虔诚，洗好手，漱好口，放在桌子上，好，啊，颜色彩笔准备好。好，合掌，好，祈请阿兰冥王放光加持助照，让他能够印到你的脑海里，以后修他的法，持他的咒，永远很鲜明的显现，放光照你，加倍你，好，扶持你，那这样子，那就开始，你可以放阿兰冥王的咒在旁边也可以，或是你一心一意恭称他的名号也可以。好，就这样，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嘛，今天是18号，24号还有6天，哦，还有6天应该可以完成了，应该可以完成。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在做这一坛的时候，很多人事先不知道，跑过来看到人家在画，他们也拼命画，对不对？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画，画的乱七八糟也在画，他们就是不要放弃机会了，能够跟爱兰冥王结缘首次，然后他们讲，虽然我现在画的乱七八糟，我保证我回去会画一张很好的，那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好了好了，有这份心都好，啊，有多少人要那一天会来才发，啊，如果没有不要白拿 ，OK， 有几个人，啊，好，有举手的才拿，好不好？不来的不要拿。哦，爱兰冥王是很凶的一个，哦，不能跟他开玩笑。你看我刚讲话，你看讲话口气那样，这是你第二次求我，我来到你们学校时你都没有看到我，啊，这不是简单的，哦。OK， 好，你发一下那个，我们自己可以拷贝，不要拷贝吧？这个有什么好拷贝？你自己去画，你拷贝就永远有依赖了。嗯哼，你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图，对。要画完来的人。要24号来的人呢，24号来的人，你当天不能来啊，那你拿来干嘛？你要结缘的 啊， 啊，啊啊，自己画，拿彩笔画，你要诚心的，你要提早送过来，你画好就送过来了，今天我答应你们，今天有画的就赶快提早送过来。我们现在每一天除了20号没有，每一天都有活动嘛。你哪一天画？如果你24号不能来，你自己跟他讲为什么你不能来。好，你不能来。
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来，你很想来，但是你那一天确实是有你的困难不能来，但是你很有心想要画，很想心要供养，那你就把杯有杯你才画，你才拿，好不好？好，给你一杯 ，yes， OK， 那你就拿一张回去画，要画好这几天啊，能够来就把它画好来。那这爱兰明王很有 power 的大敬爱尊的，好，这到最后就是要融入这个大佛的心的。啊？我跟你讲，你看嘛，嗡扎子吽热，差不多两三秒一遍嘛，是不是？那你一分钟有可以念几遍？你知道两三秒，三秒，从三秒钟好了。那你一分钟六十分钟除三，好吧，一分钟六十秒除三，就一分钟可以念二十次。一分钟二十次，你一个钟头六十分钟就可以念1200遍了。一个钟头1200遍，你自己说呢？10000遍可以念多久？一个钟头1200遍。那你10000遍就是8-9个钟头了，对不对？八九个钟头10000遍，那你30万遍，你自己存存看了，很快的啦，不难，真有心真的是可以做得到啦。你不用心，没有心，你再怎么样有大把时间也念不来，你知道？所以这个整个来讲，那时候你看我们100圈就短短几个钟头，分两天嘛，晚上跟早上，几个钟头就念完了。那现在我回来2个钟头，他们要念30万遍啊！你说他们做得到吗？听起来好像很难，但嗡扎子吽热很快啊！你看，很快啊！那我们不要说赶，那但是这个音就很快。上一次的那个旧版是用乐队在唱，吽扎子吽热，吽扎子吽热，太慢了啦。对不对？叫它变快一点，那个旧版，我觉得太慢了。对，轰，扎子轰，热，轰，扎子轰。那我们轰，扎子轰，热轰。他刚刚念还很慢过我，我刚刚已经念很快，我现在慢不下来了。我算是已经很慢了，但是他那个更慢，那个香港的那个版更慢，他是用乐队，而且移来移去，眼花缭乱。你知道吗？轰，炸，炙，轰，热，轰，炸，炙。我那时候就看了眼花缭乱，移来移去，移来移去，那个轨道移来移去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念快一点，轰，炸，炙，轰，热，轰，炸，炙，轰，热，很快。好 ，OK， 记住了。好，这个宝瓶你是以什么颜色？但是记住，它是红色的莲花，红色的身。你们等一下可以去跟它巴结一下，它就在里面，坐在那里。哇，哎呀，啊，马头明王还是爱兰明王？真是失望啊！那我们有一尊爱兰明王跑哪里去了？在学校吗？在学校。学校。有一尊大尊的啊，人家送我们的啊。那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的。我记得有人送我，我才记得啊。马头明王、爱兰明王，还有什么都好，蛮大尊的，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哎呀，真是，因为我们一向都没有什么地方，所以这大尊的都很头痛，都东塞西塞的。你看，都满满的，对不对？你看，连这一尊现在没地方，硬塞在那个角落。我那时候地方不够，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们大家哈、要拿的就拿，啊，恭敬的去画它。这爱兰明王他竟然现身，如果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待好，哇，不一样了。我们拖了十几年，好多障碍哦。那时候他就出来要帮助你了，要除障了，要你大赦招缘分，爱敬爱焚了。哎呀，我们真的忽略了，所以现在跟他忏悔，等到5月份回来。他的护摩炉一定要再展放至少7坛来供养他，那我们至少这里，哈，这里也要再先做，因为那个太高了，不是我们不要，实在太高了，2层楼要爬上去实在不方便，所以呢，就是因为太高，他跟我讲没有理由，所以，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在讲说太高了，所以不方便，
所以要做起坛，起开一坛不方便，搬都搬不进来，十几尺高，一楼半高，你怎么做啊？所以这么高的一个护摩炉，我们当初请也不知道有这么高，因为他把下面的炉子的下面的管子是放在地下，那正抬起来，我们都在平台，不知道有这回事。那为了要保留，不想把它锯掉，想保留原汁原味，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去用到。所以如果我们回来的话，五月份如果回来，五月二十六号的对外的这个救地灾救命活动，第一次五月二十六号做完了，我们一定要赶紧做它祈坛，找一个周末，哈，轻轻锵锵，哦，礼拜六、礼拜天祈坛就把它补足，至少供养它祈坛，是不是呢？至少它讲十四年嘛，讲十四年，我们做过两次，剩一年算它一次，也十二年嘛。啊，十二年供他七次，还差五年，对不对？至少说每一年跟他 say hello， 供养他应该的，所以不会让他觉得我们实在太冷落他了。所以我们再赶赶看，啊，这里回来这一坛，这最后一坛是什么？爱染明王。好，二十四爱染明王，大家好好好好的，哎呀，感动他一下，对不对？全身从头到尾穿到红，是不是擦红指甲，擦红口红？是不是带红色带红花，是不是呢？染红头发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是不是呢？反正你全部你就是给它红到底就是了，内衣裤都红的，红袜子，是不是呢？哇，红到底，那给红这个爱染明王看，是不是？然后每一个人哇就拿一把弓跟箭，是不是？莲花，拿红色莲花，没有，这里买不到红莲花，我们有红莲花的心，然后来代表带红色的念珠，大家应该都要准备哦，好不好？好，我们试试看，尽量跟它相应配合，好，来好好的感染，好，感应它，所有的供品都红色的，好，记住了，红蜡烛，红花，哦，红衣服，红贡品，什么都是红色的。那一天穿红色鞋子来，啊，反正一上来，只要有一个人没有从头到脚红了，请他到楼下去换。啊，多准备一些多出来的红色衣服，是吧？真的没有就套一条红布给他包住上来，像印度人一样，是不是？反正就是希望能够跟他。啊 ，say sorry， 啊，就说很抱歉，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算晚，你知道我们还需要他大力的大感召缘分、大摄召缘分、大敬爱缘分。好，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圆满，Om Mani Padme Hum。Om Guru Lensan Siddhi Hum Om Guru Lensan Siddhi Hum